上次跟江晨踩到娃娃叫、欸，是哦，来，然后就开始违规了，然后就说干不行，我要把那个鞋子穿起来了，我宁愿被骂。好，来来来，好烫啊、喔，烫了啊、喔，真的很烫、欸，然后开始，不行啦，这个我要穿鞋子了，干，我要在这里，有比较好吗？这里还有好一点点，啊，这里还好，这里不至于那么恐怖。但是我要上去那里啊，红了。这个温度，这种温度不是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。这个温度配这个地板真的太恐怖了。是我们之后去的庙都要脱鞋啊？大部分的庙都是要脱鞋的。那怎么办？因为他不希望你去污染到它。那现在情形是在那个黑色的框框里面。在这里，甘霖老师。对，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叫做矿卡法治啦，就是有这个脸的。这个脸是啊，这个脸他小，这个脸好像对他的脸很有意见哦。就这个脸，对这个这么庄严的脸，有什么让你会心一笑的？没有啊，就很搞笑。我是觉得你应该被烫到很搞笑。我很专，其实我是很专敬他的哦，我很专敬的。我只知道你现在在炼狱般的折磨。我要走了哦。好，走。感激对，他们好像没有穿。我要穿了。他们怎么会这样？走了。